对。那穿睡衣吗？哪是睡衣？好了，出发。海基会中午不休息吗？去那边也不会到中午啊，就算休息也是十二点了，现在还早，现在到那边才十一点而已。十一点多就是工作人员吃饭的时间。他们都十二点吃饭。说什么都会办居留证，是不是永久？确定是可以啊？当然可以啦。好像不是说时间也到了，十二月就到了。去年好像十一月底就可以办了。啊，这天气实在太好了，现在一路要热到，我听说好像过年明后天会下雨吧，下雨还是热啊，闷热啊，潮湿。下雨不会了，只是现在晚上还是蛮凉快的，七月之后才需要用到空调吧，他说气温三四十度才需要用到空调吧，电费又要上涨了，三十差两分钟。这是什么桥？这是大直桥。台北吗？也属于。对，台北的。在400公尺处向右转。这条是什么河啊？刚刚右边的是我们来过的哦。没有别的河了。可是淡水河，淡水不是属于新北吗？新北淡水都有经过、啊。新北淡水，我说淡水是属于新北。淡水的旁边就是台北哦，它淡水河从新北的淡水一直流到台北市内的嘛，这边的好处就是停车比较好找了。海基会几年没来了吧？上次办证是三年前，是不是？对哦，不止哦，至少大概四五年了吧。你只有第一次需要用到那个证而已，懂吗？去过一次吗？对，只去过一次。只有那一次需要那个证而已，之后都直接去基隆那个是直接办居留证而已，没有再去海基会。我记得海基会出来有一个里面都是卖小吃的，是吗？对啊，黑轮。对啊，有啊，甜不辣、关东煮那些。没错，你怎么就吃那家？对吃的我从来不会忘记。现在进入绕圈圈模式，找停车位，不绕上个三圈肯定找不着。又绕回这里来了，在你的右手边，搞定。那是怕有人偷树吗？对，私立的，寸土寸金呢、啊，那么小都能做幼儿园的。这么多人，办到何时？走进海基会大厅，全是人。通常这种情况在我们那儿下班前是完不成的，就算你拿了号，也会让你明天趁早来。可是台湾是怎样做的呢？进门后首先是志工迎面而来，问你需要办理什么，转身表格就递到你面前，然后一双巧手开始指点江山，这里填名字，那里填字号，这里日期，那里是地址，全程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，一气呵成。我完全没有在看表格上有什么字，志工指到哪我就填到哪，毫不夸张，两分钟填写完毕，放下笔，突然好有成就感呢、啊。挺复杂一表格，刷刷刷就填完了。接下来是等着叫号，至少有五个以上的窗口是工作的，20分钟就轮到了。我坐上去，递上表格，工作人员起身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小姐，请稍等哟。”轻声细语，如沐春风。接下来告诉你去另一个窗口缴费，一个小时以后再来拿文件，干净利落，全程都好轻松，完全不用担心哪一个步骤出问题。
这种专业，这种服务，这种速度，真的是无可挑剔。老公说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说，不不不，对我来说，太感动了。果然我没记错，就是这家黑轮大王，之前就在这里路边吃的啊。路边吃的。对啊。随便吧。豆豆干面线可以吗？豆干面线。对，下面有大肠。大的吗？对，要长的。这样就好吗？对。你就大份的。这是辣的，稍微加一圈就好。这酱怎么这个颜色啦？应该不是纯辣，有辣酱油。醋吧，酱油膏。好嘞，好了吗？这家店应该开了很多年了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面线吗？因为我在等你的时候，我已经吃了一个小份的大肠客仔面线，就你去办事的时候啊？是吗？对啊。办事？对啊。没来得及。我早上送完女儿，本来想早餐吃个面线，结果没有，家门口没有。后来等你的时候，我就很小份的，大概是你这份的三分之一吧，蛮好吃的，还不错。还蛮凉快的，这里穿堂风。我那份小份的还不便宜，55，它里面肠大肠跟那个鲜蚵6-7颗呢，好大的。现在台湾的西瓜都上市了，哇，好红啊！花莲大西瓜。哎，刚刚那家豆花店怎么找不着了？前面呢？到处都是咸酥鸡、盐酥鸡、秦邦豆花坊来喽。吃个豆花，还有姜汁的嘞！天哪，我要冷的大红豆豆花。芋圆豆花，哇哇，这谁的？那有些豆花店是加冰块的，它没有，没加碎冰，就没那么凉。哦，这大红豆，对，红豆长这样哦。以往我们吃的60一份的不是乱七八糟的料一大堆吗？其实没有这个豆花香的，那个只是量多，这个量不多，但它很香。我们今天就想简单扮演要跳舞，我以及他的角色都不一样。嗯，你是什么角色？蜘蛛小姐，那个蜘蛛小姐是一个很酷的角色，头套也要拿的。头套是老师给吗？还是自己买？自己做的，妈妈就弄纸，你剪下来，再弄点胶带粘粘，就是做成一个框子的形状。我在是像生日蛋糕，生日帽吗？没说完啊，没说完。就是那个头套，就是像那，就是那里一个大圆，中间一个小圆，我这样剪下。再弄一个小表情贴在中间，再胶带把它粘住，然后就可以了。你这样讲很抽象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样子。已经有了吗？哎，妈妈，你真的是，是自己做。那为什么你知道是长什么样？我不知道。我在学校小便已经做了，我看到了。哦，那还要自己回来做一个？你让你爸去做吧。妈妈，很简单的。自己就能做的，很简单。
小朋友也是自己做的吗？肯定是啊，因为很简单的这材料。好啊，那待会儿你自己做吧。就套在头上，要蜘蛛的衣服。妈妈，这蜘蛛小姐的衣服不能直接弄蜘蛛的衣服。我可以弄贴在上面不就好了？弄个蜘蛛。行吗？啊，好吧。或者是我们做的，你买的还是做？我可不会做衣服。有人，但是我们学校都是自己做的呢。是吗？嗯。他们已经穿上了。对。那什么时候再排练呢？排练30天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们都已经做好了？他们今天有穿吗？因为我看到他们已经穿了。老师说什么时候穿都行，就是30天以后就不能再没弄了。老师给我讲，终于回来了。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来学校，我说回大陆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因为我回大陆30天的。他们应该不知道大陆在哪里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还要跳那个，不是这个，还要跳那个啦，过年的气氛的那个。就你在阿公家练习的那个。妈妈就这样子出，这样子。什么呀？哎，妈妈，你知道了还叫我跳呢？就在阿公家跳那个吗？对啊。哦，为什么要跳两个舞？妈妈。我也不知道跳几个呀，我怕你忙不过来。我一点都不累，其他同学都说热，我一点都不热呢。